下面那么冷还听我唱歌，谢谢你们。那好，下一首歌呢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蝴蝶在之前它是毛毛虫对不对？那它们中间是什么阶段啊？蛹吗？对，下一首歌就是蛹，带给大家。其实很少在外面的演出唱的抒情的歌，但这首歌就是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， 谢谢大家，快唱着一起唱哦，谢谢。孩子那样哭着闹着，想逃离。
太大，你们真的要保暖哦。那接下来时间过得真快，那最后一首歌呢，我要带给大家。不知道前阵子你们有没有看一部电影？那一部很多粉红色。Barbie。哎，对 ，Barbie。是的，那下一首呢，就带来 Not Your Barbie Girl。感觉到他的诚意非常满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好。